家只需要一部手机，按个掣就可以轻松记低眼前的景色。但是以前手机未普及的年代，甚至连相机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要记录当时的风貌，就需要画家用他们的作品去留住这刻的画面。苏怡，你觉得在相里面看个门和画里面看有什么不同？Philip， 相是很真实的记录，而画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好像这几幅画一样，给我的感觉是温暖和宁静的。这几张都是乔治斯密洛夫的作品，他是俄罗斯的建筑师和画家，是出生于中俄边界的城市海参崴，在战乱期间曾经到过哈尔滨、青岛、香港生活，后来辗转来到澳门，期间画了几十张澳门的风景画。这批作品是创作于摄影未完全普及的年代，令澳门当时的建筑、街景、风貌得以全面记录下来，对于澳门来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财产，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以前澳门的景色。Philip， 以一个画家的角度来说，你认为史密洛夫的作品有什么特色呢？他作为一个建筑师和工程师，他的画比较能体现出一种空间感和立体感，再配合水彩去做创作，能够令到他作品更有通透和清新的感觉。再仔细看他的作品，我们会感受到他严谨和务实的风格，描绘建筑物的细节比较多，充分掌握到建筑物的结构，用色非常丰富和精准，就好像感受到阳光在画面上的温度，的确是会有自己的个人特色的。我知道史密洛夫来澳门只是短短一年，但是已经留下了不少的作品。今天由我和画家苏文乐先生带大家一起走访史密洛夫在澳门走过的足迹。现在我们来到六屋围，当年史密洛夫就曾经在这里生活过，过着一些虽然贫苦但是相对安定的生活。史密洛夫来到澳门这个相对和平的小城，但是在战乱的时代要谋生的确不容易。为了养活一家几口，他只能够放低自己作为建筑师这个角色，改为以画画维持生计。他用接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工作，例如担任圣路易斯中学的美术老师，亦做过舞台布景设计，还有就是被委托画一些澳门的风景画，以及为葡文杂志《浩国》设计布头。当时澳门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战火的袭击，但是物资其实都是很短缺的，其中包括他画画的材料。大家看到他的作品都是细细张黄黄地，其实是因为史密洛夫当时只可以找到这些画纸，其实是这么艰难的年代都可以为澳门留了这么多画作，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来的。是的，他还在这一区画了很多不同的风景，跟我们一起看看。史密洛夫的工作室是三巴仔街12号，专门承接建筑设计、装修、艺术相关的工作，而他工作室附近的修院和圣堂自然就成为他主要的描绘题材。由史密洛夫绘画的作品，我们可以知道他当时是活跃在欧洲人的生活圈子里面。他的作品除了以教堂等历史建筑物为重点，亦都不时描绘了周边民居和街道环境，由此可以见到澳门城市面貌的变化。作品入边偶然会见到有小贩、三轮车夫、挑担的人和帆船，由此可以见到澳门人当时的生活情况。史密洛夫当时受委托要绘画澳门的风景，当然不少得澳门的市中心，所以他留下了不少以澳门风景和城市面貌为题的作品，特别是一些欧式的建筑物。他曾经为市政厅，即是现在的市政署大楼，画过几幅水彩画。由他的画作可以明显看到议事亭前地的变迁。市政署画廊在1985年启用之后，这里亦都有为他举办过个人画展。他画过这么多幅澳门的作品之中，不得不提的就是这幅玫瑰堂。你会明显感受到他用了比较多的时间和心机去画。画里面有不同的人物的穿梭，小贩在教堂附近做生意，人力车停在附近等客人，很热闹亦很生活化。再结合了玫瑰堂严肃又宁静的背景，加入微妙的光影变化做修饰，将当下的画面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相信史密洛夫在画这张画的时候是非常之享受当下的时刻，尽情投入。
东方基金会的会址初期是富商啤利拉的别墅，在1960年代就成为了贾梅士博物院，之后去到1989年正式成为了东方基金会会址。 Philip 啊，史密罗夫到底跟这里有什么关系呢？当时澳葡政府的经济局局长罗宝就帮史密罗夫买了几十张画，并将这批画作捐了给澳葡政府，成为了贾梅士博物院重要的馆藏，现在就由澳门艺术博物馆收藏，是澳门重要的文化资产。史密罗夫离开了澳门之后，就跟家人去了香港定居，可惜他很快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澳门历史风貌留下记录，我们今天可以透过他的作品感受到当年澳门的迷人风光。嗯，唔该晒 Philip， 大家不妨跟住史密罗夫的足迹，走访他画过的街道和建筑物，感受一下他作品入面的心情和风光。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有关澳门历史，可以亲身体验漫步澳门街之认识澳门，又或者好像史密罗夫咁样，用画画的方式去发掘澳门不同的面貌。